掌声欢迎所有的导演上台上来好吗？神月，我们的汗有没有白流？我们的血有没有白流？我们谢谢这些导演为我们做下这些记录，来掌声我们欢迎我们的制作人蔡崇龙导演、柯兆廷导演以及所有在场的导演师们一起上到台上来。这个片子在今天的播放是一个开始，我们将开始会在全国各地有各自的放映的行动。那这个部分我们请两位制作人来跟我们做一下说明好不好？我们是不是请崇龙来跟我们讲几句话来？片子开始前我有说这是台湾第一个纪录片的人民委之案，然后今天是一个审查，请我们的审判有没有通过？好，谢谢。然后我要讲的就是说，这段时间就是我很感谢有身边这些朋友大家一起参与协助然后所以我们才完成这个片子。然后我在想，如果说因为你们是大部分人参与嘛，所以你们看又会有感觉。那如果说一般观众的话其实我们听到一般有些没有参与的人的看法，他们觉得这个片子好像有一些断裂然后有一些重复，然后有些不够完整，然后不够深入其实就是会有一些这样的缺点就是说，如果你们是，如果今天大家观众是抱着一个这个要看一个好看的电影的心态来的话，也许会不够满意那我只能说，这个就是我们十个导演创作了九个主题的一个影片。然后我们没有想要创造一个好看的电影，因为这个是一个小血泪交织的素材所组成的一个影片如果今天只是做出来大家好不好看，那就让大家消费而已。可以消费的影片已经太多了，不需要拿这个运动来消费对不对？我的想法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创造的是一个有观点的人民记忆，然后更重要的是想要做出一个能够再促进理性对话的，我就理性思考的一个对话的平台就像这个运动，其实像军军讲的他或者说里面的领导者讲的，这个运动并没有结束。然后我们希望说这个片子它并不是一个盖棺论定的一个结论，我们希望这个片子它就也是一个开始它就是这个运动的九块拼图。然后我希望各位就是你们可以用文字用影像继续拼下去然后大家在不同位置努力你们要做运动的就去做运动，要做研究做研究我们要做影像的做纪录片就去做纪录片，然后那些想要把人民当作敌人的，想要镇压的，你们就继续镇压下去吧看有一天如果你们这样做的话，看会不会放过你放上到这边这个话应该是让陈慧婷用管理讲应该不需要由我们来讲那我现在再补充两点资讯就好，再就请那个赵迪他们再补充我们这个片子就是从明天11月1号到14号会开始针对有捐款的朋友有一个类似等于是一个回馈场然后现在有很多朋友已经上网去登记了，那我们希望就是今天在号召大家，你们如果想要你们捐款，你们有你曾经捐款，然后你们想要看的话，请赶快上网登记，因为有些场次已经满了。然后如果说有些朋友你们没有捐款，你们想看的话，一样可以上网去登记，只要有空位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可以补进去看这是第一个，就是1号到14号在华堂光点的这个场。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有一些朋友问我们说因为不可能大家都来台北看嘛，如果说在中南部你们想要或者说在很多地方想要用包场的方式来看的话，我们也很欢迎我们片子都准备好了。如果你们想要包场的话，就是请你们上太阳不远的粉丝专页上面有详尽的包场的办法，请大家照那个方式去做。那如果有碰到任何的问题或困难请跟王师先生他们的行销团队联络，或者如果还是有问题的话，直接找我们两个我们会为大家负完全的责任。好，谢谢大家。